大家好，今天小鸡要来示范玛莎拉蒂阻挡捷运，马上看到就是这一台，先从前面挡住它，看能不能阻止它前进呢？冲过头了，回来再继续。开到前面，再次把它挡住。用力推它，将轮胎擦出火花，还要擦久一点。捷运好像不会动。可恶，我是玛莎拉蒂耶，再试试。再试试，不幸推不动。好强啊！开到前面，卡在电线杆前面，试试看。结果捷运竟然给我停下了，快来撞我啊！不小心让它跑掉了。算了，放过它吧。找其他车辆撞撞玩玩。这台不错，可解玛莎拉蒂的身体痒痒。慢慢的摩擦，前后的摩擦，跑掉了，换下一台。又跑掉了，这一台不错，也擦擦看，看能不能擦出火花，看看驾驶的表情，一脸无奈的样子，看什么看？哦，原来我在摩擦你的车呀，很舒服呢。别走呀！你走了，我只好撞别台车出气了。又看到另外一台捷运了，停在它的轨道上，让它停下来。结果停不下来，用枪射击它能不能停下来呢？阻挡我去追捷运，让我很生气。结果把电线杆撞倒。我要把你挡下来，摩擦生热。前后摩擦，果然开始生热了。
接着看到火车要来了，准备把它挡住。最精彩的片段即将发生，被撞飞了，玛莎拉蒂怎么会被撞飞呢？继续再接再厉，挡住火车，再被撞飞，还四脚朝天。赶快翻身，你别走啊，赶快追上。准备进洞房了，因为火车太强了，所以玛莎拉蒂已经喜欢上他了，要一起送入洞房，擦出爱的火花，爱的棉花糖。这一招是老汉推车吗？火车推汽车，推到玛莎拉蒂都要闪了。赶快结束这回合，转回来再继续，继续加油。又要进入另一个洞口了，只好使用横财路障，停到洞口卡住它，结果擦出了大量的火花。第一回合结束，接下来第二回合使用凹槽来卡住火车。使用第二个凹槽还是挡不住火车，横挡拖行，擦出大量火花，被火车推着走，蛮长的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失败。一直被擦撞，车子撞得乱七八糟，下来看看，只剩骨架了。现在要开车出山洞，好像距离洞口很远了，开出去要很久。车子开起来还是很有力量及速度，很快就出到洞口了，结果撞到电线杆，现在要找出去的地方，结果进到疏洪道的里面，想使用斜坡跳出疏洪道，结果撞到东西，再一次没有成功，失败。很惨，一直撞，继续寻找，找到跳出口了，飞出，继续冲刺，乱跳，
看玛莎拉蒂能够有多坚固。哇，结果不小心去撞到黑帮，被设计，赶快离开，回转回来，还是要通过黑帮的地盘，结果有人报警，警心响了，警察来了。已经到二星，赶快找地下道躲起来，消掉通气。有个地下道，哎，有一台警车，把它撞开。进入隧道走一下，就可消除警星通气。再撞下警车，有个警察跑出来了。现在跳车下来跟警察玩。结果摔个狗吃屎！不要用枪，用棒球棍打警察会如何呢？跑步追警察，快追上了！结果他跳上走道，让我打不到。他有枪，结果我被打死了。所以呢，还是要守法，不要乱玩。小鸡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